来去平安，要礼拜提升啊！咱即时为众请起立，听看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，伫我的门前边听候的，迄号人有福气。因为找到我的，就找到我名。这是咱三甲来做念四道圣经，对咱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地会地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圣名，咱的主，已经圣神投胎，对在圣父阿弥陀佛时，因故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你通过阮信仰的前辈，的认真打拼付出，也得到上帝你大大的恩典和祝福。阮天国教会伫50多年前设教伫这个所在，对住少少的人家，渐渐来得到增加，得到你恩典，到你目前每一个主日。来到你身边来敬拜你，有360人左右。我要献上我的感谢，也甲无论，总是我无掠这的最高压，也无用这的最夸口。反倒转，我着搁较祈求白上帝，你赏赐我有一个谦卑的心、顺服的心，一发为主来做见证。阮一再思考，即几年来，阮教会内侪侪同工肢体过头的谦虚、客气，一再找时当即事奉教会的侪侪事工，要来推动。有可较需要侪侪的兄弟来参与，我祈求阿爸伫上帝的圣神来感化、来感动阮每一位兄弟，大人内面有一个内心有一个使命感。那就先对以赛亚所讲，我伫遮，请去见我。两礼拜前，主席我有长老选举，伫迄时阵，小会员无够名的精神，第四到选举中小可有下注。那伫今仔礼拜中，啊，要搁一边召开临时复会来选举，即事啊，祈求圣神就踮伫阮的中间，因带阮。在这个选举的中间，拢得到顺利，对不对？得到你的祝福，得到顺利并来完成。啊，今日早起，阮有一个真好的机会，得到我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带领咱来敬拜。同时，牧师也要用着圣经来教示，来甲咱分享，甲勉励。啊，祈求圣神。即时安静咱的心，我讲甲边听的人边边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即个时我若要回到前个月，我所准备要将爱送到伊乌干达这个代志，
搁一边来向阿爸爸上帝去求讨。虽然这物件已经完成又过外月，总是到这个时阵，也未得到对方那边政府的一挂物件。即使到这个时，也未当出会祈求爸上帝，你使阮祝福，把这个代志来顺利来完成。我安尼祈求，也感谢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，阿门。